科学技术殿堂，嗯，科学技术殿堂。科学技术的中心就是经贸技术交流的地点。嗯。那个建筑坐落在爱岛上，爱岛那个岛叫做爱岛，爱草岛。爱岛，爱情的爱。爱岛，爱草的爱。艾草，艾草，绿色的啊，那个草啊，艾草，就一个草头一个唱，对对对，嗯，太期待了，嗯，艾草岛是大同江的堆积活动形成的一个冲击岛，哦，就这个中间这个，对，挺漂亮的，然后这个科学技术殿堂是2016年1月仅用一年期间完工的，哦，你们去过吗？去参观了，那全都是以电子图书室为主。哦，也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去的，是吧？嗯，对，有专门接送的那个有轨电车，哦，那个无轨电车。我们这次行程没有。对，这次没有。但是如果要去也可以去。可以可以申请，可以去。嗯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走过了这座桥叫。这个桥，中城桥。中城桥是迎接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时候。啊、嗯。建的。对。然后下面流的江就是我们的大同江。大同江。总长为450公里。哦，一瞧就是。为什么？怎么猜的？上面有两个圈圈。十字大哥陈伟，该吃药小姐姐姐秋梨。哎，那个大会是什么时候？就那很壮观的，那个表演的啊，表演的，啊，几万人表，辉煌的祖国，哦，9月9号，9月9号，9月9号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，就是我们朝鲜的国庆节。哦，国庆节我们来方便吗？当然好啊，就拍东西也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我没关系是吧？请务必过来，9月9号，热烈邀请，对，热烈欢迎。9月9号，现在是几月9号？这边是车站吗？7月。啊，那时候会不会就是说，可以看的东西也不一样？就火车站吗？就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就是火车站，天然火车站。那到时候那个汽车站，那到时候那个是无轨电车总站，可以规划行程，发车点，那就可以完全就在，因为国庆节肯定是最热闹，就是在首都呢，就可以完全在首都看就是。还是说还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其他项目？其他项目就是说，因为国庆节会有一些不同的活动嘛。啊，不，那个辉煌的祖国就目前是最大的。啊、嗯。嗯。就到时候也可以，我们也安就有个位置坐着看嘛。啊、哦，对啊。就一起看。一起看。那个时候来玩的人多吗？就是每年都那个时候最多。嗯，今年是那9月份应该是进入秋季了吧？70周年吗？啊不，进入秋季，秋天。啊、哦哦。嗯。我知道，我就说那个。70周年。70周年。啊、嗯。哎，这个号码好，88。88是哪个单位？合资。88这个单位，车牌号码。嗯，前面不是单位吗？不是说前面是单位。单位太多了。哎，你们是数字是哪个吉利啊？3，我们叫福3。哦，3是数字是最吉利的。然后哪一个不吉利呢？7。7不吉利。4
四和七都不吉利。是因为同死这个发音吗？对。那七为什么不吉利？我个人挺喜欢七的。对啊，七七七不就中奖了？是啊。然后九也挺吉利的。对，中国是八最好。再就是六。我们也六大顺。就叫我们说六不好。因为六是那个一朝鲜话叫六。六是那个肉的意思，肉身就是你这个六啊，象征你劳吃苦做劳那个劳力啊，累的这个六，累啊，得动。哦，这样。哎，刚才那个这边的人也就是门当户对吗？刚才说的没有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没有人。那结婚的时候是有什么聘礼吗？或者是要拿什么东西吗？男人准备家，女人准备嫁妆。嫁妆有什么东西啊？现在就是新娘子穿的要衣服，新衣服啊，结婚衣服。那有没有就戒指啊？戒指啊什么的。我们就是交换礼物的时候，不是给新娘子戴戒指吗？然后给新郎戴手表啊，或者是你戴装饰。一般女孩子就是给个手链、项链，一般给个戒指。那自行车什么的呢？自行车啊，有没有就是说这个也是必须的？没有。家就是说，就是把房子搞定。对，把房子。啊。一般就结婚了，就男人向自己的单位申请嘛。女方不能申请吗？跟单位？一般是跟着男方。一般男方申请。那是要就是，我现在要准我要结婚了，然后就是就批房子，批了房子然后再结婚。要不先结婚可以吗？先结婚。也可以先结婚。先结婚之后你得登记，说你们是已经夫妻了。啊，登记了之后才能申请。那这样就是说。对，没申请怎么证明你们俩？对，就是，我就说那有，你要是一申请，分房子批下来，人又。散了，那不就那时候就得到婆家或者是娘家去那边住。那如果说就是离了婚，有离婚的情况吗？你们这有啊？但是也有不支持离婚，不支持，不建议大家离婚。是不建议还是不支持？不建议，允许，可以是可以，就是。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对影响比较大，对工作啊什么的。你们中国离婚的多吗？中国离婚的很多。会多吗？很多，我现在没看报，就是我没具体查哈，但是我看那个网上说那个可能有40%、50%，有些城市30%-40%，30%-40%啊。但我不确定，我只是在网上看的，但是确实很多，周围感觉到很多。就同学啊朋友就离婚了。这是哪里？我忘说了。那我们在外面拍一下吧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光复地区商业中心。光复地区商业中心就主要就在那儿买东西，大家就是个然后是个可以自由买卖的。对，你们可以在这里换车位。我们自己也可以在换车位在里面买，当地人也在这里面买。来，就可以买各种各样的东西。好。停车，这算是市中心吧？我拍个圈，看什么样。这应该是下班的人吧？下班？这是下班吗？下班，下班啊。那他们下挺早，5:00-5:00。他哪个公司？好像不是下班，是单位组织去某个地方。
啊。我们厂子房子，然后呢，我们自己下下班。看这里面插个小片片。插小片片怎么？就不用你插卡呗。哦。它房间的面积会比高丽再小一点。哦，但是这个现代化更好一些。颜色色调用的感觉会特别好，比高丽现代化一些。阳台吗？我转去那边拍一下。比现代化，比那个现代化一些啊。现代化啊。嗯。更现代化一些。看一块。哦，这很漂亮啊，你看。对，靠山嘛。哦，打高尔夫的下面是。开不了。嗯。不让出去吗？我就能那么干净。我就能打开。嗯。它不能打开，它也打不开啊。对啊，没有其他的地方。没有锁了，亲。是不是左三下，右三下？脖子再扭一扭。应该往里面。屁股再扭一扭。我都拧坏了。开不了，去你们那边开。我能开啊，我开，我已经开了。前面那个最高的是柳金，其他的我就不认得了。还有一个那个塔，应该远远的那个尖塔，是思想塔吧？电视的。再往前，再往前，不是还有一个尖尖吗？对啊，那个是电视塔。电视塔前面还有一个高的尖尖，看到了吗？电视塔再往远处。思想塔不在。是那个是思想塔吗？对你太高了，这个阳台太矮了，对啊，你太高了，掉下去了，没有任何抓的地方都没有。这样看倒是这一片的绿化还是挺好的，城市里面的树不大多。这阳台也没个护栏。对啊。啊。这里就是二三层。好。看这里面插个小片片。插小片片怎么？就不用你插卡呗。哦。它房间的面积会比高丽再小一点。哦，但是这个现代化更好一些。颜色色调用的感觉会特别好，比高丽现代化一些。阳台吗？我转去那边拍一下。比现代化，比那个现代化一些啊。现代化啊。嗯。更现代化一些。看一块。哦，这很漂亮啊，你看。对，靠山嘛。哦，打高尔夫的下面是。开不了。嗯。不让出去吗？我就能那么干净。我就能打开。嗯。它不能打开，它也打不开啊。对啊，没有其他的地方。没有锁了，亲。是不是左三下，右三下？脖子再扭一扭。应该往里面。
屁股再扭一扭。我都拧坏了。开不了，去你们那边开。我能开啊，我们开，我已经开了。前面那个最高的是柳金，其他的我就不认得了。还有一个那个塔，应该远远的那个尖塔，是思想塔吧？电视塔。再往前，再往前，不是还有一个尖尖吗？对啊，那个是电视塔。电视塔前面还有一个高的尖尖，看到了吗？电视塔再往远处。思想塔不在。是那个是思想塔吗？对你太高了。这个阳台太矮了。对啊，你太高了。掉下去了，没有任何抓的地方。这样看倒是这一片的绿化还是挺好的，城市里面的树不大多。这阳台也没个护栏。对啊。这里。嗯。就是我们想去看一下那个朝鲜的物价，然后我们今天去的那个叫做光复是吗？是吗？光复商场。啊，然后那个因为我们之前接触的地方很多地方是用人民币的，其实用人民币的还是有，就是那个价格其实是不大实在的。就像我们之前买一个香瓜5块钱，然后我问那个他们说也觉得不贵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他们的真实物价。然后今天这个地方看到的呢，因为是用朝币的，所以相当于是他们真实物价的地方。很多人也不是很就日常，他们很多人在消费呢。那个商场不多，说是有三个，但是基本上也就反正像这样子的饼干大概4-5块钱吧，4-5块钱。然后这个糖，这包糖是打算就是我们去那个去幼儿园、孤儿院之类的给他们小孩的糖，然后买了一些。这个糖大概是我的印象中它是1300朝币，朝币和人民币的汇率是1:1200的样子。所以这个相当于就是11块钱吧，就是大概11块钱。然后他应该这个牌子，我不知道我认得对不对，他跟我们介绍说他们主要的两个食品厂，一个叫五一食品厂，一个叫金冠食品厂。五一主要是做奶制品的，金冠就做这些小零食、糖果之类的。然后像买了这种小鱼干的价格我看一下，我记得是多少钱。小鱼干的价格应该很便宜，因为这个很少，这个大概是1块来钱。哦，1块多钱，它是1500朝币，就1块多人民币吧。然后这个是大酱，这个是我买的大酱，这个大酱大概是10块人民币的样子。因为在那个青岛是有很多韩餐馆嘛，所以就是吃韩餐吃的比较多，然后就能感觉他们的味道和朝鲜这边是有点差异。他们朝鲜这边导游自己也说那个味道不大一样。然后还有这个是他们像年糕一样的，就糯米制品嘛，糯米制品，这一大包大概也是10几块钱吧。然后我们除了我们买的这些呢，大概买了这一盒不是在这个光复商场买的，而是在开城买的。开城那个地方主要的那个经济支柱就是人参产业，就人参加工啊。这一盒是人参茶，人参加姜的茶，它是25袋，25块钱，相当于就是，不对，是50块钱，50块钱这一盒。他们这种物价就会高一些，就会比你在这种小超市买。而且有一点要值得讲，就是它不但是卖朝鲜的东西，它还会有中国的，还有一些日本的东西在卖，例如像老干妈呀什么的都有卖的。还有就是我们买了一些饮料的价格大概也在9的价格，都在2-3块钱吧，小瓶的都不是很贵。我们到顶楼，他们那个商场因为不能直接拍摄，所以呢1楼是超市，2楼是卖服装，3楼就是那种吃饭的，就和我们的商场结构很像。然后3楼的时候就是有当地人消费的那些吃的，我们有看到那个物价，大概一块蛋糕，就是我们通常吃的奶油蛋糕，大概1块多钱。然后一盘猪蹄10块钱，
猪蹄是二十的样子，哦，十几块，其他的菜大概是十几块。嗯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他们的收入和消费相对来说是比较能匹配。嗯，商场人也还行，不是说特别多，但是就是说，毕竟下午四点钟嘛，不是很多，商场人不是很多，但是还是有人。你没到五点钟嘛才，那就四五点钟。有一点我就是他们也有一些化妆品，进口的化妆品在卖，例如一个粉饼，可能进口日本的100人民币。其实我觉得从他们的收入整体上来说。我们其实至今都不大知道他们的真实收入是多少钱，因为他们没有直接告诉我们。嗯，但是他会说他们的不叫工资，叫生活费。哦，因为他们是会有像我们以前一样会有粮票、菜票、肉票，会有这些东西，然后再有一部分钱。啊，他是说城市里面是就是相当生活费。嗯，就是农场还是工分嘛，就是不太一样。工分的话也会有钱分到手上啊。啊，反正大概反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嗯，好吧，反正就挺好的。